Yuhang paper umbrella making i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. Liu Weixue, a post-90s craftsman from Yuhang, inherited the techniques of making paper umbrellas from his grandfather. 我们的余杭子伞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，有7多工序。我爷爷在做纸伞的时候，其实小时候他在做的时候我就看到，他就是很不一样，所以其实在那时候就埋下了个种子吧。我们的伞第一步呢，就是劈伞骨。 我们的伞骨呢，就是我们作为的一些竹林里面的毛竹。我们的伞骨是36根，劈好伞骨以后，我们会把伞骨做成伞的形状，然后开始糊伞面，包括里面的还有一些穿花线啊、绘画、上油啊等等，有很多很多的工序。Leo has made creative changes. He invites artists to design patterns that are derived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artoon characters. 传统手工艺它不一定很传统，它其实有很多的方式是可以走。我们的伞呢有分成三种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用的是这个尺寸叫文明伞，然后小一点的叫那个小文明，然后我们有3米大的叫渔夫伞，渔夫伞参加过一些国际上的展览，也是跟一些设计师、一些设计的品牌，户外的家具去合作。我们的纸伞其实虽然它的 时代很久远，但它心态非常年轻。纸伞其实以前就是生活的必需品，但是大家是慢慢的淡忘了。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，能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。它有些元素或者有一些精神，或者是它如果成为一个另外的一个形式，去融入到生活中去，让更多的年轻人，像我一样的年轻人，就比如说00后啊，来从事我们这种非遗的行业，能让我们传统手工艺能更好的传承下去，更有生命力。